嗨，大家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Ladder 知识的第三部分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第三部分。好，首先是一个中指的横按，按住四五六下的八品。好，这地方一定要用中指按，不能用食指按，因为食指待会还要按其他键。好，首先是一个轮指。好，轮指下来之后，然后食指上调。好，中无名指按住三乘八品，上调二三四弦。然后 AM 下扫，好，下扫是敲在二三弦上，好，小指按住一弦的八品，然后用食指来弹一二弦，用无名大拇指来弹六弦。AM 下扫，食指上调一二弦。好，这个地方要注意节奏。哒哒哒哒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是。这个地方要食指按住一弦的六品，好，根音还是在八品啊。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无名中指一直横按住，不松也可以。但是如果不松的话，食指有的朋友可能按不太过来，那么稍微松一点，但是根音不要松。哒哒哒，好，无名指小指按住二弦的九品。哒哒哒，好，然后哒哒哒哒，然后 AM 下扫，哒哒哒 ，AM 指下扫 ，AM 下扫的时候，小指按住二弦的九品，不要松，好，敲响二三弦。然后食指上挑二三弦，无名指按住二弦八品。哒哒哒哒哒。然后这个地方是中指要顺势的横按住，变成横按。然后好，先拇指弹根音，是拇指上挑，然后下扫空弦。下扫，下扫的时候扫到高音弦二三四啊，扫到二三四弦，上调调到四五六弦。那么连起来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么往后移过来。好，这个地方横按住四五六弦的七品，然后中指按住二弦的七品。好，一弦用食指的指的根部把一弦给咬掉。哒，轮指下扫。哒，然后上挑二三弦。AM 下扫。
上跳，小指按住九品二弦九品，弹一下二弦九品和三弦的空弦音，然后好，这个地方十指按住三弦的七品，哒哒。好，更音这个地方是弹两下，然后 AM 下扫。AM 下扫是二三弦，那么连起来这样的，好，接下来是五品，用无名指和中指来按二三弦，好，首先滑过来滑到第七品，再从七品滑回来，好，注意这个地方的更音有两下，大大大，节奏是这样的，大大大，好，大大，然后移过来，二弦四品，三弦的三品。用小指和无名指来按住二三弦的五品，大大大大，这个地方更音弹两下，大大，然后 AM 下扫空弦，上挑四五六弦空弦，大大大大，好，其实这个地方是不是很难，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谱子来看。好，那么我再重新从前面慢速的演示一遍。好，那么我们接着往后看。好，接下来是十指横按住四五六弦的五品，然后小指按住四弦的八品，一二三弦，用小指和食指的指肚来把音消掉，好，只有四五六弦会发音，好，先是轮指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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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轮指先下扫，食指上挑，然后 AM 下扫，哒哒哒。哒哒哒哒，然后十指按住二弦的五品，挑到二三弦，但是第三弦要用十指的指肚把音给消掉。哒哒哒哒，好，然后哒哒哒哒，好，先大拇指弹更音，然后拇指上挑。AM 下扫，好，拇指上挑，或者是拇指弹更音，然后食指上挑也可以。好，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。好，这样都行。哒哒哒哒，然后好，这个地方是小指按住四弦的七品，食指还是按住四五六弦的五品，哒哒哒哒，好，跟这个哒一样的节奏，哒哒哒哒，好，弹这里的时候食指按住中指按住二弦的五品，上下的时候，只挑到了二弦的五品，三弦是哑调的，然后哒哒哒哒，好，首先弹更音，然后食指和大拇指一起弹，
二三线是空弦，大大，然后 AM 上扫，十指上调。那么连成这样的，好，那么接着往后，好，然后移到第三频，哒哒哒哒，好，四五六弦三频，然后轮着上扫，上调二三弦空弦 ，AM 上扫。然后这个音一定要突出，四弦的三弦空弦和六弦的三品，然后下扫，好下扫，然后上调四五，上调四五六弦，好这里。下上下上，然后一个 哑音下扫啊，我是用的 右手做的哑音，好，用余基部分把弦给下掉，把音给下掉啊，好，然后这个指法移到第九品，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注意节奏，最后结尾的时候。下扫，然后食指上拇指上调，好慢一点，哒哒哒哒哒，这样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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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下上下上，最后是哒哒哒哒下上下，然后上调空弦。好，那么再连弦试一下，好，那么我在下扫的时候用是用的 AM 指下扫，拇指上调，好，那么到这里为止，好的，然后再重新来一遍，好，那么在这里结尾的时候是，好，最后把这个，大大把这个 AM 下扫和上调改成了，好，直接去弹，好，然后还是这个指法。那么接下来是扫弦，哒哒哒哒，然后好，那么这个扫弦的时候重点是在敲弦的这一下，好，先是 palm 下扫，好，我在谱子上标记的加号是 palm， 然后叉叉是用的大拇指来打弦，大拇指敲在六弦上，好，但是敲的时候不要敲死了，好，用中指下扫，这个地方其实我后来看了松井的教学，他有一个教学，他说的是用拇指的这个关节来敲，但是我是用的肉的这个地方来敲的，其实我觉得差别并不是很大。好，那么大家可以用这里敲，也可以用关节来敲，都可以，但是注意敲的时候不要敲死，不要敲这种，
好，这种声音不要，好，不要这样敲，敲的时候顺势的弹开，然后用中指下扫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往后看，大大，好，先 palm 下扫，用 AM 指下扫，食指上调，然后用这个大大下上下上。好，那么连起来。好，这样，然后移过来。哒哒哒哒哒。好，首先在弹的时候，我们先可以把那个节奏先读一遍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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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然后往后，五中指横按住四五六弦的八品，食指按住三弦的七品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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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好，这个节奏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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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然后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好，所以是两个哑音。好，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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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结尾是这样。好，在弹的时候可以先把节奏唱一遍再来弹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再，然后一个 palm 下扫，然后哑音。好，然后食指按住四五六弦七品来拍十二品泛音，左手护弦，然后上下上，哒哒哒，然后palm下扫，好，按住一弦的十三品，二弦的三弦的十二品。好，那么这一段我们接下来在下节课再讲。那么在这前面一段重点是在扫弦，因为在接下来的扫弦会很多，那么我们在这一段一定要把扫弦的感觉找到。好，后面的会更加的复杂，然后也不是很好弹。那么在前面这一段简单的扫弦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先把那个感觉给找到。好，那么这就是第三部分。